张韶涵日前为第四波主打歌《If I'm the One for You》拍摄 MV， MV 为了完整呈现整首歌的小品步调及张韶涵的内心世界，导演特地将 MV 用黑白色调呈现。在专辑里面，这一首歌《If I'm the One for You》算是一个比较小品的音乐。那为什么那时候其实制作人跟我在这边讨论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说，其实如果只用一把吉他的话，感觉好像少了一种忧伤的感觉，所以后来就想说，哎，要加一个弦乐，那是听得起来是有一点忧伤的气氛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就想到就说加了一个大提琴在里面。那其实大提琴它带出来的一个味道，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很淡的，可是同时又很深入的那种忧伤的气氛，所以等于在这一首 If I'm the One for You 里面加了这个大提琴之后，整个感觉都变了，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吉他这样子的一个音乐。今天在拍摄的时候，导演也觉得说 MV 应该是呈现一个黑白的气氛，所以我们整支 MV 都会比较是有点意识形态的那种感觉。为了凸显出铺陈在整首歌底下的忧伤，特别加入了大提琴乐声。 MV 拍摄的同时，张韶涵也大方出借自己的百万大提琴。看到了我左手边这把大提琴了没有？其实在 If I'm the One for You 里面，这把大提琴是我提供的。因为觉得自己其实有在学大提琴啊，那有镶上自己的名字这种感觉，如果可以在这个MV 里面出现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，而且很有气氛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把大提琴，它是白色的，然后在这个里面是黑色的，可是大家看到我的英文名字的话，它其实都是用贝壳镶上去的，然后包括这个下面有一些字，那这个是我的座右铭，就是 Only God can judge me。 这算是一把非常独特的一个大提琴，而且很多的老师们也都说都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定制的大提琴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MV 的精彩片段咯。 You're the one for me， 我越靠越靠近，拥抱你在怀里，害怕你就这样离去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